小姐，你怎么了？不高兴了呗？程蜜姐说，不让我去上班了。为什么呀？她说，宋光大哥给我争取了一个什么，什么上海无线电学校的报考名额。这什么破学校啊？听都没听过。小姐，你说的是？ 上海无线电学校吗？是啊。哎呀，小姐，你一定要去参加考试，这是很多人做梦都不敢享有的机会。是吗？嗯。可我对什么无线电也不感兴趣啊。哎呀，无线电它特别有意思。特别神奇，总算找到一个形容词了。小姐，我嘴笨，我说不明白，但是这个机会你一定要好好抓住。既然这么神奇，就一定得去参加考试喽。啊！哎，不过去考试的人不是我。 这段时间侦测，我们画出了几个有可疑电波出现的区域，都在图上标出来了。这么活跃，都是共产党的电台？也不一定都是他们的，有可能是商台发报的手法和频次不同。我们正在找他们的规律。半年前，共产党连电台都没有呢。我要再不上点手段。 我看他们可以办个无线电学校了，加强对无线电器材的管制，派人盯紧了这话电话的区域。明白。电波侦测车每天都在租界里转，用不了多久就能锁定具体的位置。好，只要锁定，立刻逮捕，宁可错杀三千，绝不放过一个。是。 虽然无线电波对我们而言是完全看不见，而且不易被察觉的，但它其实无处不在。哎，小姐，你快坐下。哎呀，你这天天复习啊，肯定费脑子。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核桃酪，你快尝尝好不好吃。你亲手做的？嗯。 吃吗？嗯，好甜。嗯，复习的怎么样了？不怎么样。哎呀，好多东西你跟我讲了几遍了，我还是记不住。哎，小姐，要不我就不考了吧？我省得到时候给你丢人。你别那么大负担，只要尽力了就好了。 我很尽力啊，可是我没有你那么好的记性。以前陪你念书的时候，你看一遍就记住了。我这是前看后忘记。
那些书啊，是你不爱看，所以你忘得快。可是无线电是你最感兴趣的，感兴趣的事情就一定做得好，要对自己有信心。来来来，我陪你一起复习。虽然无线电波对我们而言是看不见，而且完全不被察觉的。双菊姐，你回来了。小溪，今天有没有收到什么信呀？你问小姐呀。双菊回来了。啊，小姐，双菊。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。要是换作是我，也不一定能考得上。行了，别站着了，咱们以后还有机会。啊。太笨了，我干什么都干不好，让小姐失望了。都是我不好，当初小姐就不应该把这个机会让给我。你骂我吧，你使劲骂我吧。雨竹小姐，你就别逗上菊姐了。怎么回事啊？你看这是什么？我考上了。我考上了，你考上了，我真的考上了，你真的考上了。
有。剪不剪？剪不剪？剪。坐下。你呀，别为我担心了，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。我能不担心吗？咱们俩从小到大从来就没分开过。学校就在市郊，只要不上课我就回来看你。好，倒是你啊，我不在你身边，你要照顾好你自己。你胃不好，平时要多吃一些养胃的东西，晚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一杯热牛奶。还有啊，你上班下班路上车多人多，你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怎么变成你嘱咐我了？唠唠叨叨的，你烦不烦呀？我担心你嘛。哎呀，剪成兔子了！来了，韩芳回来了。哎，任源，你要的书我给你带出来。好嘞，谢谢，放那儿吧。任源，你应该会包粽子呢。端午节快到了，包点粽子给同志们解解馋。来，韩芳。哎，刚吃锅呢。尝尝，来，尝尝。哎呀，好久没包了。好吃。稻草会进骨啊？味道还差些。我刚从法国回来的时候啊，在嘉兴南湖吃那粽子，那叫终身难忘。豆沙是去皮过滤的成沙，用猪油炒过，糖多油重，糯滑细腻，甜美可口，那叫好吃啊！袁委员，嗯，我发现您一说起吃的来，像变了一个人。变成什么人了？像个孩子。小娃撑小艇，偷采白莲回，就是我童年的写照啊！小华，一会儿呢，你再辛苦一趟，把这些粽子给看守电台的同志们送过去。哦，来，放进去。还有，把这个带过去。哎，同志们为了电台的安全，几乎不出门，吃的实在太苦了。任务员，那我走了。路上注意安全。放心吧。老顾，哎，你的货款已经到了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好。哎，这是任委员亲手包的粽子，
说让我带过来给大家尝尝。太好了，有粽子吃了。小王，来吃粽子。谢谢。赶紧把这个发出去。好。那个店铺又出现了，在哪儿？先往左。等等，好像又弱了。往右。对，对，对，没错。对，对，停车。冲他们！这个区域拉闸。又停电了。电波消失了，应该就在这附近了。特派员，在福冈理事公园附近发现可疑电波。是地下党的电台，很可能是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抓！是。你等等。抓活的。明白。就在这里面，靠中间几处埋最有可能。走。回去吧。干嘛？谁啊？啊，检修电路的。王强，你先走。不，我们可以一起冲出去。沈飞也说了，你会发电报是人才，你要保护好电台，快走啊！不，
双菊啊，你再去帮我拿两块饼干吧。小姐，双菊姐在无线电学校呢。我以为，我去接，可能是双菊打来的。喂，玉珠啊，我是王姐。哦，王姐啊，什么事啊？是这样啊，有个紧急的事情，陈特派员点名让你去做记录。王姐，这么晚了，我能不去吗？哎呀，玉珠，别耍小孩子脾气。王姐，有些事情你不知道，我真的不想去。可是他让我通知你，你要是不去的话，我夹在中间实在是为难啊。那好吧，那你赶紧叫黄包车马上就去啊。哦。什么？这是你该问的。你凭什么抓他？他这么老实一人，怎么就惹着你了？老实？有证据表明，顾长发是中共地下党的交通员，在他被捕的地方，我们起获了共党文件。他现在是踩着钢丝，提着脑。哎，过日子还老实吗？我不知道什么是地上党，地下党，但是他们对我好，我也心甘情愿替他们办事。他们是谁？我能告诉你，有点共产党的意思啊。愣着干嘛？记录。这记录我做不了，要做你自己做。放开他！放开我！放开他！放开他！放开他！听见了吗？干嘛？对女孩要温柔。其实我什么都知道。当时任志远逃离武汉的时候，在码头上遇见军警巡查，当中的一个人被枪打中受伤了。我查过了，这个受伤的人是个划船的，叫顾长发。顾长发，你喜欢他，说的没错吧？你到底想干嘛？简单，要想让他少受点罪，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。你，程芳，你别信他，陈德道，你要是敢胡来，程德也饶不了你。你，我不会打你了。想让他开口，办法有的是，换个玩法。在哪儿？放开我！我不知道。
听我一句劝好吗？你就招了吧，你这么死扛着不值得。当初夏恒轩为了任之远，命都搭上了，结果呢？他共产党还不是该逃逃该跑跑？你说出任志远的下落，不是为了我，是为了夏雨竹，是为了报他杀兄之仇。我该说的都说了，如果你对任志远心软，行，我现在就去把夏雨竹叫进来，让他站在你这儿，你们俩换着来，怎么样？通知行动队，立刻到院子里集合。是。给巡捕房打电话，告诉他们20分钟后我们去租界抓人，有任何问题找克拉德。是。顾长发招了，夏小姐，你功不可没。跟我们去抓任志远吧。害死你哥的共党，看看他最后的下场。特派员，行动队集合完毕，随时可以出发。把他给我带上，让他看看我是怎么手刃姓任的。是。没想到你两三句话就让顾长发给招了。这世上人营营主主，急急巴巴，跳不出七情六欲关头，打不破酒色财气圈子，瞅准人摸准脉，就没有攻克不下的人心。上车上车，快！
还他妈挺刺激，肯定是条大鱼。枪法，尸体给我捞上来。是。冲到下游了。赶过去，走。志远老师，
你快回家吧，啊，回去吧。